那个瓮就是骨灰瓮来的，类似这样的瓮啊，一共有400多个埋在这个碑基底下。新加坡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东南亚街道乡间的无数纪念碑一样，碑下掩埋着无数华人的尸骨，尘封着无数华人不为人知的故事。1942年12月8日，日军占领马来半岛，在当时70万人口的新加坡屠杀了5万华人，在现在的马来西亚屠杀10到15万华人。理由是什么？只言中国能够跟那个日本人抗，直到造成日本兵啊在中国那个地方更多人受伤，今天要算账。1931年9·18事变后，海外华侨就开始纷纷致电中国政府，要求抗日，表示视为后盾，并以各种形式从世界各地支援祖国。只要认同自己是一个黄皮肤的一个华人，他都会干这事。九一八事变5天后，正饱受国际经济大萧条影响的菲律宾便成立了国难后援会。至1932年9月，只有11万多名华侨的菲律宾为中国军队捐款120万美元。不管说那么困难，他们还是拿钱出来。航空救国很早即由孙中山提出，随着日本占领东北，威胁上海，蚕食华北。几百名广东籍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工陆续从国外回到中国建设飞机制造厂。华侨想自己能够生产飞机，因为老实说，这里我就说，华侨是很爱国的。在北美，华侨陆续建起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为抗战筹备着力量。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就会出现抗日的社团，就会有抗日救亡活动。据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成立的抗日救亡组织共计3940多个。上世纪海外的华侨，不同籍贯会形成不同的帮派，能够使各个帮派的抗日活动统一起来，侨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嘉庚成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3年多时间里筹得4亿余元国币，几乎占到全球华人8年捐款总数的1/3。而南侨总会由87个筹赈组织组成，涵盖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缅甸、香港等43个地区，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社团，有如此大的作为，品格和人格魅力是不可或缺的。陈嘉庚这个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说做事情很有戒心。怡和轩当年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的办公地点，祖国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就一直工作在这里，5年几乎不回家。他不照顾家庭的，他也不照顾他自己的生意。勤奋和忘我几乎是所有侨领共同的品质。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以暴病之躯为国奔走，52岁即与世长辞。临终之时还留下遗言，将10万美元遗产给祖国抚养难童。
而李清泉主导的菲律宾抗敌委员会给中国捐赠的钱款最多，飞机最多。菲律宾捐赠的50架飞机占到当时中国中央空军参战飞机总数的1/6。正是在抗日社团和爱国侨领的带动下，海外的800万华侨空前团结，成为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依靠。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当初是民国政府嘉奖的筹赈模范区，麻坡是柔佛首府，当初张权公会的会馆是柔佛筹赈会所在地。徐飞鸿也来到本会馆，收到张权会馆这些领导人爱国心，所以送了一匹马。柔佛之所以成为模范区，主要因为一，捐款在整个马来半岛名列前茅；二，抵制日货最彻底，4个月内在境内肃清日货；三，针对柔佛境内的一座日本人经营的铁矿，柔佛筹赈会组织了有效的罢工。当时的筹赈会主席是张开川。张开川就是说，再做去日本做成武器，又去打中国，哪里可以啊？鼓励宣传他们停下工作，如果你们离开这矿场，我们安排你的生活去那里做工，总之是使到这个矿场啊，尽量给他瘫痪。像张开川、柔佛筹赈会这样的华人、华人社团，在世界各地开展的抵制日货、组织日资企业罢工、阻止战略物资资敌等活动，从经济上削弱了日本实力，有力支援了祖国抗战。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向日本输送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据统计，日本侵华战争头3年内消耗的4000万吨汽油，有70%是美国供给的。1938年，美国输往日本的作战物资占日本全部消耗的92%。77事变后，我旅美侨胞发起不供给运动，坚决反对日本或外籍船只装运钢铁、汽油等战略物资运往日本。其实，在旧金山哈、有一场战役，就海外的战场，就是抗日，就叫广元仁案。1937年7月，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发现广元轮号要运送2000多吨钢铁去日本，就利用广元轮的船籍问题，把事情扩大化，以阻止其出港，直到提请国际诉讼。中国就旧金山总领事馆还有跟华裔就请了一班很精明的律师，拖了他2年，但他日本那个船长老是想偷偷的把船开走，但我们这里的华人的工会啊，虾寮工会几十个那个小艇啊围住他，就是不让他走。最终广元轮终因长期不动，风雨侵蚀，船身自坏。广元轮案以中国人获胜告终，废铁被判不得出口。70多年前的旧金山，岸上有华人，船上有华人，码头上有华人，他们一直在坚守。2年，像守住阵地的战士。在各地华侨社团的组织下，海外华侨开展了深入持久、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截至1941年底，海外中文报刊151种共同为祖国呐喊、合唱、展览、歌剧、电影、话剧。为了宣传抗日，各地华侨组织的活动是多样的。如果能邀请到从中国来的带着抗日的剧目、抗日的歌曲的文艺工作者，其宣传效果最佳。当年，武汉合唱团和新中国剧团都曾在如今是电器商场的马来西亚麻坡新民舞台演出。
很多华人会从十几公里外步行或划船赶来。大概是前面的呀，前面，七十多年，八十年。不过我有听我妈妈讲啊，他们就是这样丢哦，演讲了之后，每个热血沸腾，金链啊、戒指啊，每个都是很舍得，有什么就丢什么上台。为了向当时未参战国家的人进行宣传，华侨也是不遗余力。1937年7月7日之后，洗衣液华侨组成的纽约华侨医馆联合会印刷了中英文宣传品，宣传品被华人洗衣店夹带到每一个客户洗好的衣物里，以揭示日本暴行。1938年6月17日，美国华侨组织了一碗饭运动，其目的在于救济由于黄河决口即遭兵祸负离天灾的数十万中国难民。吃饭的时候吃少一点，想上来呢，我们就要去救济我们祖国的我们的同胞。当日运动在全美2000多个大中小城市同时举行，因为组织严密，声势浩大，吸引中美参加者逾100万，共筹款5万美元，大大超过原计划的2万美元，并起到了很好宣传中国抗日的作用。华侨一直就说希望祖国强大，母亲强大，母亲强大，儿子女儿他们可能就会更安全一点。为了解决抗战资金，国民政府发行了各种形式的救国公债，希望海外华侨购买。当时在美国开饭馆为生并不富裕的周瑞第一个认购公债，而且一买就是15000美金。国家没有钱怎么可以买这个军火可以打仗啊？他就是一个人很爱国，很严实民族性的一个公文。当年马来西亚华侨严炯华买公债的方式甚至可以用极端来形容，每一片都是借钱来买的。抗战期间，海外侨胞积极认购救国公债11亿余元，超过战时发行公债总额的1/3。这些公债战后并没有偿还，与捐款无异。1941年，侨胞成立华人血库，为挽救祖国抗战官兵生命做出贡献。侨胞还积极投资大后方经济建设，创办适应抗战需要的企业，总投资达到16亿国币，为战时经济起到了输血作用。抗战爆发后，全世界范围内的各阶层华人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筹集善款，捐资为国。各地侨领在做大量救亡组织工作的同时，自己在捐款方面无不身先士卒。广东籍实业家胡文虎个人捐出500万元，还不算药品、救护车、粮食等物资。爱国是华侨的天职，啊，他是这么说的。忠于国家是最主要的，啊，忠于国家为先。云南籍侨领梁金山抛弃在缅甸经营40余年的家产，回国支援抗战，一人认购云南全省一半的爱国公债，捐献80辆汽车和1架飞机。从缅甸抢运10万吨援华物资回国，两次设计并出资修建滇缅公路要津汇通桥。梁金山是抗战期间捐款最多的华侨之一。他常常教育我们，有国才有家。他为了国家抗战，为了民族的兴衰，他不惜一切代价，倾家荡产。无论工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乃至舞女、乞丐、囚犯，均戮力同心，慷慨捐献。侨胞捐款80%来自于底层群众的血汗钱。
除了常规的日捐、月捐，大的纪念日的义演、义卖，卖爱国面包、卖旧商袋，甚至婚嫁、丧事，都可以把礼金交出去做捐款。有机会能够募款的就是募，一心一意只有一个目的，把钱捎回去。在受国民政府表彰的以个人形式捐助的案例中，新加坡华侨郑朝炯的事迹比较特殊，卖子救国。郑朝炯是一个卖瓜子的小贩，从1937年到1942年，在吃一碗面三毛钱的年代，他靠卖爱国瓜子共筹集一款18万元。1940年，郑朝炯的父亲回广东老家时被日本人杀害，之后妻子钟彩和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郑朝炯就和妻子表达要把孩子送人换钱捐款。有国就有家，国家还平安。孩子出生后不久，夫妻二人在送子契约上签字，告别了十月怀胎的亲骨肉。每个人大一红，各位都个好口。中国当时的确很穷，国土面积是日本的31倍，人口是日本的5倍，工业总量只是日本的1/4，钢铁总产量是日本的145/1，石油产量是日本129/1。中日两国国力、军力上的巨大差距，正是靠着郑朝炯、钟彩和这样的华侨最朴素的心理，一点一滴的努力，才得以渐渐缩小。海外华侨用每人的涓滴之水汇成巨流，源源不断地为祖国母亲输送力量和信心。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捐款总计逾13亿元，侨汇达95亿元以上，占抗战期间中国军费1/3以上。